他们昨天晚上要在一起了。真的有毛病哎！干嘛去调查你朋友跟你老公啊？如果我告诉你我老公当初要追的是你老婆的话，那你还会觉得我有毛病？就算你老公死追活追，我老婆不喜欢他，他又能怎样？你又知道妙妙不喜欢我老公啊？哎，那个噪音啊，就妙妙了。哎，有影嘞，我搁一只播音那里。对。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每周六晚上10点半，第二回合我爱你。